旧历新年得要到了，通常民众拢会买春联返去厝里打。好兴乡桥头社区特别邀请老师来到社区写春联，免费送给大家，让社区居民提早感受春节的喜气。老师现场写春联，要来写这吉祥的春联送给社区的居民。也新年家家户户都顾布新，换春联也是一项真重要的工作。复兴桥头社区特别邀请老师来社区写春联，并且免费提供春联送予社区的居民。办这个活动就是有写一挂春联，送一挂庄内老岁仔人长者，啊，就是有代表一个咱过年已经到了，就是过年的气氛。对社区大新的服务，乡长是非常的肯定，予家家户户搭上新的春联，增添过年的喜气。咱桥头村吼，咱的理事长吼，真用心吼。啊，今年咧啊，特别来办理这个写春联的这个活动，啊，希望吼会当吼咱在庄内人吼有感觉迄种闹热过年的气氛呐，啊，所以讲吼非常感谢咱的理事长，啊，今仔日吼有七位老师吼，啊，是义务来甲咱写字吼，非常感谢咱在老师吼啊奉献啊也奉献哈，爱伊爱心吼，啊，予咱桥头村吼有一个啊快乐啊迄种过年闹热的迄种感觉。你要到了，摕一包好看的春联，搭伫咧门骹口，唔能让门面变得更加水，嘛替整个环境增添新年的喜气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复兴采访报道。